这对这食衣住行娱乐，甲生老病死所有的这范围呢，拢都受因正大的这冲击甲影响。啊，咱中小企业，咱手面趁食的，咱跩艰苦人啊，咱跩安尼靠血汗的趁钱，啊，跩中小企业是小企业，这实在是。啊，这叫做安尼，要哭无目屎。啊，政府做这款代志，老实讲，啊，是咧剥削咱台湾人民的工作权，甲咱的生存权。最后的目的是咧配合中国来这并吞台湾安尼。所以这案呢，即马伫立法院，这临时会讲要审查，这无反对到底，绝对袂使。这立法院的四个党团已经是，这叫做啊，大家协商共识，讲爱逐条逐项审查，这一定爱逐条逐项审查，这无适合对台湾、对咱的老百姓的生存发生这重大的这危害，咱一定要反对到底。所以啊，今仔日啊，阮。伫遮个时呐，餐饮业吼啊，寝具业吼啊，即零售业吼啊，即侪侪，咱个即业者因亲身个感受，因正了解，因毋是啊，政府把他们当白痴，他们就是白痴，不是，他们非常了解这个开放进来以后，对这个是四五百万甚至五六百万的。这个人民的生计都会造成极大的这个危害，所以台联啊，愿意跟大家站在一起，哦，这绝对哦无必要通过。你甲看，知影党、民进党四十席，台联三席，加咧四十三席，亲民党即卖有两席，这加做伙呢，这四五十席的这地位，对国民党六十几席的这地位。咱伫立法院若要请病，无讲法用伊会通过，所以咱啊立法委员应该爱听咱业者的声音，咱听咱受冲击啊，跩中小企业、手面趁食，所有咱这业者的这声音，啊经济的声音来这号做啊来审查这案，毋是讲只有满意啊无民意。咱是民主国家，要有民意啊，民意应该是要跟着民意来走才对。所以，我今仔日特别邀请啊，咱啊业者做伙来座谈啊，主要就是要讲出你的心声啊。政府装聋作哑，但是咱知影党袂用装聋作哑，咱已经团结，已经协力，已经拼到底啊呢。